好啦，跟住咧，跟住我哋要班咧就最佳女主持人，睇下個名單先，好唔好啊？一齊去睇下候選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持最後五強。陈贝儿、慈善星辉、人际夜，俾一啲能量佢哋。万众同心公益金，真系数都数唔晒。无穷之路三无银之姜，整唔到啊！现场整啊！万千星辉何台庆，记录呢个时代最真挚感人嘅故事。吴杏美，东张西望嘅户口度咧 ，TVB 嘅演艺事业万千星辉何台庆，所以希望亦都能够成为我嘅终身事业。车婉婉，中年好声音。两位的分数，中年好声音二，有我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车婉婉。黄翠如，胆粗粗 ，Here we go。主东主西，将电话俾女演员，因为佢唔想佢老婆担心。麦美恩，掌门人感谢制系列。偷偷问我爱你啊！请一日假去旅行，使晒钱都唔买嘢。国外欢乐全万家，好好听。星光熠熠耀宝亮 ，TVB 继续创新节目巡礼2024，逐一解锁。万千星辉贺台庆，一齐努力。哇！系啦，哇！边个咧？好嘢，事不宜迟啦，好，又快快脆脆，好，睇下先。OK， 系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。2023最佳女主持麦美恩，恭喜！麦美恩主持功架早已备受肯定，无论是合家欢的游戏节目，定是各大慈善 show， 甚至 TVB 的年度盛事，只要有她把声坐镇，都会令到个节目声色不少。恭喜你，最佳女主持麦美恩！我要紙巾，因為我上次喊到好唔衛生啊！啲人應該而家呢一刻盯緊我媽，因為會吵醒佢。Sorry， mom， 多謝公司俾我好認真講我想講嘅嘢，因為成日大家就見到我嬉皮笑臉。我真係 TVB 湊大 ，TVB 養大。這個獎是一個個人獎，但後面很多人推動這件事，我也是很少數的 artist 可以跟很多部門的人合作。我要多謝 Variety， 我要多謝 E-News， 我要多謝 Enrichment， 多謝 Drama， 多謝八樓的同事，多謝一廠的兄弟姐妹，多謝觀眾，多謝巴達斯達。麥美恩不可以站在這裡，是因為我一個人的能力，是很多人在後面令到這件事發生。也有人說 TB 是一個牧人行，我覺得是一個夢工場，因為發夢你都想不到一個竹星妹可以用12年的時間可以成為大家認可的用中全中文的大蘇詩怡。亦都公司好大膽有勇氣俾呢個竹星妹做咗下事，拍咗三年古裝劇。呢間公司後面有好多人幫緊我，呢間公司亦都有好多高層，但係傳統上我都要多謝曾生，多謝曾姐，多謝樂少姐。係啊，係要講嘅。這個獎很多人覺得是表揚我過去一年的努力，但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接棒的儀式，因為這一年的壓力和責任是大了的。曾生，我希望我用最短的時間將這個獎可以交棒給新一代的金牌女司儀，希望大家幫幫手，因為女司儀是要有很多人一起去合作，去互相扶持，大家才有好節目，因為得益的一定是觀眾。多謝大家。God bless you all. Thank you.